酸辣土豆丝，酸菜鱼。这边还有一个小蛋糕。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吃的是这一大盘酸菜鱼，还有这个酸辣土豆丝，这里还有一个小蛋糕。因为我家里在装修，所以有点吵。看上去鱼的那个质感是挺好的。很嫩很嫩，我为什么说话跟做贼一样？这勺子我是我刚买的。要倒辣椒了，好辣！今天坐的桌子太高了，吃的有点不大方便。我想知道有没有人不喜欢吃土豆的？我以前觉得土豆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圆圆的小土豆也好，土豆丝也好。都是很好吃的。好辣，土豆丝。
这盘酸菜鱼不是角度问题，它现实中真的也很大。吃的我好热。真的好辣，我去倒杯水。
他们家鱼挺好吃的，酸菜不是特别好吃，酸菜不酸。黑鱼的皮，它没有鱼片了 ，sad。我觉得这辣的让我的痘痘都在隐隐作痛。哎呦，
还有鱼片。我之前吃螺蛳粉，长的痘痘，3、4颗，已经2、3个月了，它痘印还是很红很红。我用了很多医美面膜什么的，都没有去掉它，好心碎哦，好想去做医美啊。大家有什么办法吗？它2、3个月了，也不能说没有淡化，但就是还是很红，还有3月份的时候，老包整天拉着我喝奶茶，那个时候寝室里只有我跟他，我跟他连喝了3、4天奶茶之后，也长了痘痘，很大很大的，也还是痘印，但是有点黑了，已经成年痘印。主要是我都不太忌口，又很喜欢辣的跟甜的一起吃。不过我痘痘就是肿起来消下去是挺快的，就是去痘印，可能年纪也大了，新陈代谢有点慢。我不爱运动，然后进入饭后甜品时间。第一口，我没有吃过，就昨天男朋友给我买的。好吃，我早上吃了一个榴莲的，巧克力味很浓郁，中间的好像是蓝莓干吗？可是又吃不出来味道，外面好像在卖叫花鸡，你们听到了吗？叫卖声。这不是蓝莓，这是有个有点像果冻一样的东西，紫色的布丁类。好酸啊。我之前看弹幕里面说，想看我吃甜品，虽然知道我不喜欢吃甜品，其实我是喜欢吃甜品的，但是我觉得甜品可能不太适合录视频，因为甜品适合慢慢品，大口吃的话，看的人会爽，可是自己吃起来真的是挺难受的。我记得我之前有一次吃那个宽粉、肥牛，还有4个雪媚娘那一次，大概一口。半个雪媚娘下去也没有嚼几口就咽了，就觉得蛮可惜的，没有好好对待这个甜品。而且我很容易吃腻，我什么东西都容易吃腻，尤其是甜的蛋糕什么的，我就吃不了很多。但是每天都很想吃，
所以我看吃播看的最多的就是吃蛋糕、面包什么的，甜甜的东西。所以我就很爱看小吃的。像这种刚吃完饭再吃一个小的甜点的话，就是我理想的生活状态。饭都是咸的，吃完咸的就想吃甜的，吃完甜的又加想吃咸的。因为家里在装修，所以接下来几次可能我都会，出外景，就这样子，拜拜。大家有什么去痘印的好方法，快告诉我。